做人来踢点地方，踢点偏了偏了，我们再往右边。好，中间下面先看一下，可以吗？中间一楼，中间的二楼，中间二楼看一下，中间的三楼挥个手，中间的三楼谢谢，中间四楼，好，我们现在给左边好不好？来，左边在这里哈，左边挥个手，左边的一楼，左边的二楼，最左边还有一楼跟二楼。好，左边这样不简单，最左边。好，左边的三楼我们要补，左边四楼，好，左边一楼再补一下。好，两位，谢谢。好，来，我们现在准备给右边了哈，来麻烦看一下右边的一楼，一楼挥个手哈，右边的一楼，谢谢。好，右边的二楼，右边的三楼，来看看哪边举个手，看哪，好，谢谢，在中间，来右边的三楼。好，单手拿起来，换个姿势啊，单手拿起来，把奖杯举高。好，中间的一楼补一下。中间的下面哦，就是一楼哦。好，来中间的三楼举手了，中间的三楼举手了。来右边，请看这台。好，右边，我们两位视线一致哈，来，我们右边先给一楼，右边给二楼，右边给三楼，左边有没有补？好，这边有一个最左边的二楼的大哥，好，补一下哈，最左边二楼的大哥，然后左边的一楼、二楼，我们再补一下视线哈。好，谢谢各位媒体大哥，谢谢，我们再次的恭喜哦，来，树人大冒险，我们恭喜导演以及我们制作人两位呢，是不是简短的再跟我们分享你们的心情，好不好？我也相当的开心哈、哦，那这个树人大冒险来到第三季哈、哦，第三季，对对对，对，那每一季都是跟团队跟圆明台这边这个努力激荡。然后特别是节目里头我们呈现的是台亚族的这些文化，透过我们的主角游民游妈展开一场惊险的冒险旅程。对，太有趣了哈、哦、来，我们制作也讲讲话好不好？制作其实蛮难的，就是用台亚族的族语去配音，而且很少有台亚族的配音人才，所以就是蛮感谢动画团队的鼓励。哇，真的不容易哈、哦！好，再次的恭喜我们实至名归，获得了动画节目奖，恭喜两位！我们这边先休息，谢谢你们，谢谢。